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来播这个珍珠的戒指，其实不止这么多的，就目前先播这些啊。对，好哇，今天还是黑五加九五折，哇，这个真的很超值，2999，还有九五折，都是那还是老样子，就是老价钱啊，最时尚的18K 7点多克。Sapphire 有六卡拉多，各位亲们，六卡拉多，哇，这个真的太超值，颠覆我的想象力，这个就是好老价钱啊！你看这些都是，对，这个2880九五折，黑五件。还有一些的，就是不是放在一起。我就放在一起就播这些先，九五折，2999，九五折。啲袋，依度有啲袋，那这几个都是非常超值，强烈推荐，强烈推荐。还有一条链，我现在先来戒指先。一个可能哈，然后这个18K，哇，才550，还有九五折，哇！买个坐子都买不到，珍珠是有一点小瑕疵，可是这个价钱去哪里找？哎呀，这两个没找，那这两个就是搞特价，599一个，已经打折了，18K599一个，大概10个蜜，不是很大，可是龙金599一个，打折到599，那这个就是淡水珍珠。这个打折之后180，也很重，淡水珍珠。那这个很特别，妈比珠白色大家见得多嘞，可是你金饰真的很少见，650还有九五折，金饰的妈比珠是不是很少见的？然后这个打折叫350，日本珍珠。哎呀，他说澳白珍珠，可是我不觉得它是澳白珍珠，应该是日本珍珠。18K，然后这个也很大。1680，哇，才1680，还有九五折，13.5个蜜珍珠，钻石1卡拉31。这些小小的，699，九五折，红宝，哇。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价钱哦，650，95折，18K，18K，650，95折，650，95折，你看都是非常好，非常性价比高。OK，哎呦，这个很漂亮哦，这个是彩钻呢，2295折，2200，这个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不是很大。可是彩钻，你看，很少有彩钻，钻石有1卡拉多彩钻，2295折，是不是2295折？我看看，对对，好好，2295折。哇，这个两个的，11.9克，非常重。1380，九五折，很重，重量级，重量级。
525只。哇，沙发还是真的超值。嗯，这个是沙发，是吧？999PT999只，澳白，就我们叫南洋白珍珠了，现在他们叫澳白。这个600.95块，所以包括这个叫法也不一样了，现在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了。这个688.95PT，PT， 这个大气地珍珠，哇，这个祖母绿1595只，也是很早之前的18K 祖母绿钻石。1500的95只，这个大概12个米左右。桃仙桃。950只，也是很大气，大气，嗯。哇，然后这个，哇，统治这个珍珠，392.95只，14K 4.9克，哇。钻石很多，1780/1780.95只。这个阿兰塔回来的 PT 钻石一卡了23，11.5个米，哇，这个价钱没话讲，是平常我们都没有播这些，因为东西多，通通播完了，就是哇，你看这个多好玩啊，钻石。18K 1280哦，1180/1180.95只，哦，12.5克，哇，你看这个很特别啊，还能动来动去。哇，12809/1280.95只， 18K金很重，7.6克，钻石也很多。这个南洋珍珠，南洋珍珠漂亮。对，大家想播什么我就播什么，基本上什么我们都有的。哦，这个才999，11.3个米，大气地珍珠，然后这个钻石 PT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个才330，这么便宜，4.多克，钻石51分。然后这个哇，孔雀绿啊，这个孔雀绿900块的95只，大家为什么我有时候摸一摸？因为有时候有点沉在这里，对。摸一摸也舒服，哇，999，亚太超值了，这个很重啊，应该有10几克，哇，这些价钱我们应该调整的，我们都没有调整。那这个座子这么重，绝对不止990，将错就错了，哎呀，就没有去升1880，11.2个米，钻石一卡拉55，12.9，这些都很超值，钻石要多要亮。这个是洛杉矶那个公司的18K， 诶，没有借钱了，这个就很特别的 Lindum， 可不可以做 Lindum？ 可以做吊坠，吊坠也行，吊坠跟戒指两用，800块的95只。哇，这个1880/1895只，哇，这个座子很大很亮很重，11.4克，钻石一卡拉50，哇，这起型珍珠，这个价钱是没话讲。嗯，
这个十八 K， 应该是十八 K， 1595只，1595只，白色的比较多。Love， 嗯，这1380九五只，哇，你看钻石多亮，钻石非常亮，闪爆。是拉的吧？应该是。嗯。对吧？11个咪咪，真的闪爆。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其他的就没有播了。大家如果喜欢其他的，就请订阅频道 Jerry 信，然后发图给我看啊，发图看，然后我们就报价哪一个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请订阅频道 Jerry 微信。反正我们就是性价比超高超高。